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的是Gorilla 九人起子，其实如果搭配坊间的套筒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可以做相当的应用的。比如说像如果我要安装这样一个就是电视机的壁挂的时候，那坊间呢常常会附类似这样的一个扳手。那扳手呢，它总是会有一些就是可以符合的要求的，就是它有很多种嘛，所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把它锁进去。那可是常常有时候会对不准，就锁不好。那套筒的好处呢，就是它可以完全的抓住这个螺丝。那你只要去找这个坊间有搭配四分之一的这种六角的底，然后就可以放在 Gorilla 的这个起子里面，然后再搭配这个套筒，啊，你可以发现，我们只要拴入的话，可以看到非常的轻松，甚至还可以两只手去转，所以可以让就算是你锁壁挂这么难锁的大钉子，都可以非常的轻易的就锁进去。好，以上就是 Gorilla 起子应用的介绍。